今天的快乐是我提前准备的，买狗就直接去了，这不是我的春天。 这是谁的？看看，像是马蹄，用它刨好了，终于成了一家家鸡汤马蹄，没什么可以再弄来。这家伙怎么这么傻？好，再来看今天锅。谁家好人家，还有放心的一样。刚才姓田应该丰富的心灵，一定会被人爱上。来，豆腐包、酸菜，来点菜。 辣椒，我每次来都点。